好、啊，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上维世课。那大家都能打开 YouTube 和这个 PowerPoint 吗？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了。好，那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OK，那我们来看一下上次。 有同学问说：“这个空性的问题。”那回去有想一下，说怎么样用这个例子比较好？结果想想还是觉得直接用佛陀经典的例子会比较好。那经典就是说，呃，这个《圆觉经》里面有说，众生他这个眼睛有这个疾病，就是演绎他眼睛坏掉了，然后就等于是有一种呃。 并让他眼睛能看到空中有一些花，所以这些花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众生他，他他在这个幻象里面看到这个花有生灭，有生灭，有缘起，好像有无常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凡夫所理解的这个空，就好像说因缘三因缘和，所以他自己本来没有办法有一个自主的主体，所以这个是凡夫所理解的这个空。但是呢。 其实它最就近的空，就是说它整个东西都是一个眼睛的疾病。既然是疾病，其实这整个现象，这个花都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假假假象，是一个幻化的东西。整个人是执着出来这些像，所以这个最就近的，它整个这个眼睛看到这一堆东西不存在，说有或者空。 或者这个因缘不因缘这个整个问题，因为它整整个东西都是眼睛坏掉看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最究竟的空，就是它整个东西都是呃对这个来讲是空的。那这样子讲，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经历就是这么的举例。那这个举例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凡夫以为的这个空，可能还是只是。 表层，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幻象里面认为有一个生灭法，还有一个这种因缘和合,合。那确实，我们这个呵呵会感觉到有这个，但是如果在用经典来印证我们自己，就看到说这整个东西都是一种假象。OK，那这个才是最最究竟的这种空。好，那现在就是我们来继续学习维世。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唯识的背景，一些祖师。那今天来看一下，那立宗的典籍是什么？这些佛经还有论点。然后再来我们会看一下唯识学本身。再来我们讲为什么说一切法为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是一切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在唯识宗里面。 好，那我们看这一页 PowerPoint。唯识学的重要典籍总共有六部经，然后十一部论。这个是唯识中把它呃函涉的。那这个是谁规定的呢？这个是魁迹大师他判的，他在《成唯识论述记》中所判的。他说这些就是回识中的重要典籍。那我们就是用这些来建立整个宗。 那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从印度传来，就是这个中国唯识宗是玄奘和魁基大师之前学的几位大师，把之前说十大论师等等的这些，呃，对唯识的解释，来变成一部论点。那这部论叫《成为世论》，那这个就是中国唯识宗的这个基础。好，那我们看一下六经是什么经，然后。 它呃大概的内容，那六经里面还有本经，就是最基础的经，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解生密经这个本经就是呃内容，它总摄大圣为世的理论、实践、修行、得果，它整个都有讲到。那还有华严经，华严经就是讲这个包罗万象，还有这个各种菩萨佛境界的庄严。 讲三界唯心，再来就是如来出现功德经。那很可惜，我们这一本虽然有看到奎基大师判他是一部经，但是竟然没有发现到汉本，也没有发现到范本，所以不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再来下一部经是大圣阿毗达摩经，这个也没有发现，在任何的语言中有这部经，但是。 在《社大圣论》里面看到说有这部经的名字出现多次，所以很可惜我们也不知道它内容是什么。那第五我们比较熟悉是《楞伽经》，这个是菩提达摩带来呃中国印证二祖慧可的时候用的经典。那这个里面把唯识还有如来藏思想一起结合，所以这个就是如来藏藏式的一部经典。 那这部经典也是挺好的。那最后就是《后言经》，这个也是在讲如来藏思想，但是在中国没有这个汉译本。好，那这个就是六经。那我们主要只要记得说《解生密经》是本经就好了。好，那十一论呢，就是有十一部论，那里面四本四本是弥勒菩萨写的。 呃，可以说是他说的，然后无着菩萨给他写下来，然后三本是无着菩萨自己写的，世亲菩萨写的是两本。这个之前就是有这些祖师，我们都学过他们。好，那《瑜伽师地论》它就是十一论的本论，这个只就是我们主要要知道的就好。这部是弥勒菩萨说的，那就是以前在印度。 学这个瑜伽行的人，就是叫做瑜伽师。其实这个瑜伽师在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可以说是禅师。那这个瑜伽就不是说印度现在那种拉伸的瑜伽，这个不一样。那所以这个就是讲瑜伽师，就是禅师所依所行的境界，叫做瑜伽师地。那所以这个就是论的名字。再来是大圣庄严经论。 也是弥勒菩萨说的，那在讲法菩提心修行，还有法门，他是要庄严大圣这一部论，就是在讲大圣的各种庄严处。下一部论是辩中辩论，这个弥勒说的，然后写这部论是世亲菩萨写的，因为他有一个颂。 送完世亲菩萨给他写这个论来解释这些颂，他这边讲的是离二边的大圣中道，所以可以看到变中边论，就是名字也挺呃非常的 obvious。好，第四个就是分别于伽论，这也是最后一部弥勒菩萨所说的论，但是这部论没有传到中土来。再来显阳圣教论。 那显扬圣教论，它这个就是无着菩萨写的，它是要显扬我们的圣教。第六摄大圣论，无着菩萨造。那这一部就是在讲大圣的殊胜，并且证明大圣真是佛说。然后这整个，呃，也是在讲修行的次第，一直到国位，也是很重要的一部论。 那第七个阿大圣阿毗达摩集论无着造，这个也是来讲这个法义，然后是以三圣共同认同的法。再来维是二十论，这个也是在讲维是，那我们有听过维是二十论、维是三十颂这些，一个其实两个都是在讲维是，但是二十论主要是。 要讲这个以用破的方法来显正，而三十论呢，就是用显正的方法来破邪，就是要为了要讲出它的道理，用什么方法？一个就是一直给你破破破，然后你就发现，哎，这个是正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一直讲正确的正确的，你就会发现哪一个是不正确的。那第九个叫做实地经论。 这个之前讲过，有很多什么地论师、社论师、巨舍师，那这个就是他们学习这一部论学得很好，就是形成一派自己他们学。再来就是《观所圆圆论》，那这一部是什什么呢？陈那论师造的。他为什么很重要？因为陈那论师之前也是我们为师一个祖祖师之一，而且他英明学很厉害，就是他那个辩论。 呃的那一套体系能弄得非常好，辩论他这个哲学方面都非常的呃强。然后最后一部《集量论》也是陈那论师造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唯识十一论。那这里面呢，我们主要记得十一论最重要的就是《余且师利论》，然后是弥勒菩萨所说的，然后无助菩萨给他记录下来。 好，那没有列入里面的论点也是很重要。我们还特别给它写出来。第一个就是《白法明文论》，我们就是在学这个《白法明文论》这十堂课。那这个世亲菩萨写的这一部论是把《余伽世地论》的本地分里面讲了很多名相，然后这个法有六百六十八种，他把它归类为一百种，然后就可以用了。 就一百其实够用了，那这个就是《白法明门论》，它是唯识学重要的论点之一。如果要学唯识，或者呃，个人认为，如果要学佛法，也要学一下，因为他把名相讲得很清楚，所以去读任何其他的论点或者佛经以后，会看了就很懂，不会说好像模棱两可的那样子。 那整部论是什么呢？一切法无我为宗。那他又叫做略成名数论的意思，就是他在讲这些名名相。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论点，大圣五蕴论。嗯、呃，这个世亲菩萨他是用大圣唯是学的角度，但是用五蕴为刚，这个刚写错了，呃，但是没关系。 就是他以五蕴为纲，他是重设诸法名相，也是在解释这个五蕴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部论点。那这部论也有别的论师去给他解释，所以这个代表说这个当时也是挺多人研究的。那这个另外一部重要的论点叫做《唯是三十论》，这个也是呃世清菩萨造的。 那刚刚有比较一下二十颂和三十论，一个是破邪显正，一个是就是比较是显正。那唯是三十论就是这个显正方面比较重。那中心思想就是一切法皆是心事所变现，没有真实的我或者法。那如果离开这个人的心事，一切皆不可得。所以这个是里面整个想要讲的内容。 好，那这个最后一点，刚刚讲过了两个二十论、三十论是姐妹作品，就是世亲菩萨特别写的两部论。好，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论点。嗯，我们可以说，如果要学习法相为事，我们可以把这三部当做工具书来看，因为它有解释很多名相，而且有一种纲要性在。这三部就是。 《白法明门论》、《大圣五印论》还有《大圣阿毗达摩集论》，所以如果要研究唯识学，就是要有挺多时间去慢慢研读这些论点。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做一些了解，但是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可能也是一辈子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来学一下这个唯识学。目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的话，我们先呃讨论一下，再来我们就来学，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来看一下维氏学这个东西。OK，有维氏学这个字，什么叫维氏学呢？它其实就是之前所说,说的。 从印度传来的一个宗派，那在印度的时候，它还不叫唯士学，它叫瑜伽行派。那瑜伽行派就是印度中观学派之后继续兴起的另外一个大乘佛教流派。那当时在印度佛教中，就是大圣有这么两个最大的流派，一个就是中观学派，这个龙树菩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呃以弥勒无着世亲立起来的这个瑜伽行派。 那为什么当时叫于伽行呢？那我们看“于伽”这个字的意思。好，<coughs> 那这个“于伽”两个字的意思是相应，相应什么东西？那于伽行就是相应于石像之形，就是他要跟石像相,相应。那于伽师他们就是要这个他们以前就是禅坐很厉害，然后想要跟这个石像去相应。 达到这个他们的就近的目标，那他们所谓的这个行，就是关心与所关心境时，能随顺正教，能呃称和正理去向正果，这个是瑜伽行定义。那这个定义呃就是这么样子的。那为什么他们会称自己叫瑜伽行派？因为那个时候本论就是瑜伽师弟论。 所以这个挺好理解的。那我们现在叫唯识学，因为我们发现到这个整个东西就是在讲唯有心事，那我们在中国就是叫它唯识宗。那唯识宗就是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所以它现在也是很多人在研究的。尤其很多居士，他们对唯识学研究也非常的好，这个是很好的。 好，那我们看唯识学这个名字，它其实呃，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名字，因为有一些历史缘故，让它整个宗派有很多名字。第一，它叫法相宗。我们听到如果一些其他著作里面提到法相宗说什么什么什么，那其实法相宗就是唯识宗。那法相宗它立名，因为它抉择又判别一切诸法字体的差别相用。 就是他等于是对所有的法做一些清楚的判定，所以叫做法这个相相用嘛，所以这个又叫做法相钟那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听到在著作里面也写慈恩宗，也是在讲韦识宗，因为玄奘大师他从印度求法回来以后，他在长安住在慈恩寺。 翻译很多很多经典，那就用慈恩寺来做名字。那个我们也看到很多历史上什么，呃，这些禅师的名字啊，这个什么伟山呐、啊、养山大师，这些都是用这个他们住的地方来那个命名的。所以慈恩宗就是也是这么来的。那有宗也是他另外一个名字，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中观学派。 很很流行。那中观学派，它比较就是依般若经典这些东西来呃立宗的，所以般若学派讲的就是这个空。那那个时候，相对于这个空中来讲，为识比较讲的是这个有，因为讲这些冥想，当然最后都是导归这个不二，只是因为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名字叫做有宗。 那我们看这个紫色的字，为是一三性广显一切法相，就是呃偏从有的角度显诸法之实相，所以它先会开始教我们用呃三种方法来辨别一切法。那这个就是从有的角度来入，不像说那个空就是直接从这个空的角度入。好，那这个就是有宗，另外一个叫中道宗。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升文胜感觉说会说偏说有，他就常常讲说有五蕴，有这个十八界，还有一些这些涅盘啊生死，好像就是有这么个东西。然后般若学又在说这个空空空，所以这个时候维世他就是想要统摄各各个思想的呃这个教理，所以他那个时候。 能够走这个中道，那为师怎么说呢？他说：“外境非有，内境非内是非无，所以它显示空有不二的中道。因为其实空是不离不能离开有的，你不能说这个有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空，因为它这个有的本身它就是两面的，它这个有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无常，不是说无常是常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无常。” 所以这个他就是想要讲这个道理，就是不二的中道，就是这样子，不会有那个时候一些人执着于两边。那这个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理论上挺好了解的，但是这个要实践起来并不是很难。所以唯世中他会有这个方法教我们，但是很可惜。 呃，修行这个法门的人现在比较少，比较多人是把它当做一种学问在学，因为这个观法确实没有这种传承下来，我们只能从论点上看到魁基大师怎么教我们用这个唯识观，所以这个是唯识学目前没有什么唯识大师的这些出现的原因，因为没有传承教我们怎么用这个唯识观，但是理论上是很扎实的。 好，最后一个，我们看维氏中的名字又叫做瑜伽行派，但是在中国我们不用这个字，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瑜伽运动。现在瑜伽运动就是不是跟我们是一个东西，它是另外印度一个就是练身体、练气息的东西。好，那这个就是维氏学的一些别名。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唯识学它的特点。好，这个特点它比较特别，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唯识学里面，我们的本经《解生密经》里面，我们看到佛陀自己对自己的教来判。那什么是判教？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宗派。 那每一个宗派的一些祖师都会对佛陀所讲的所有那么久的法，四十九年讲的法来进行一个判判别，就是说你给它分类归纳，这样子才让自己的宗宗派能够有个体系建立起来，让大家从那个角度来理解佛法。所以像呃天台宗，我们就听过五十八教，什么阿含起呀，然后法华涅槃起呀、啊。 呃，什么方广齐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天台的判教方法。那这个就就是祖师们自己对对自己的佛呃佛典来判的教。那为什么说这个唯识学有点特别？因为他佛本身在自己的经典里面判自己的教，这个是非常独特的。那我们看蓝色写什么？ 没有任何其他的大圣经典中能看到佛陀自己对自己当时在印度弘扬的圣教进行完整的判教。那我们在《涅槃经》可以看到佛陀对自己的教说，这个哦有满字教，有半字教，但是很完整的给他判下来，就只有在《解生密经》里面能看到，所以这个是很很特别的，所以这个判教有很大的权威性。 不是说，呃，我们自己后人在自己给，呃，用我们有限的智慧往前判，所以这是佛陀自己判自己的教，这个挺特别的。<coughs> 所以这个教怎么判来下来呢？叫做三十判教。那这个经里面将佛陀一代教法加以分类、分判类别，来显示说法的意趣。那佛陀把自己的教判为三十。 那我们看这个字“十”，好像说时间一样，嗯、但是其实我们不要这么去了解，不是说真的就是哦，第一年到第十年就一定是阿含，它不是这样子。它它是说，呃，有三三，可以说三类，因为不可能说佛在般若时期就完全不讲阿含时期的五蕴，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十”不要真的把它理解成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然后。 到法华涅盘时又，又从就从来不讲般若的空性，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要理解一下。虽然它叫做三十判教，但是它它其实并不是严谨的按照时间来判，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个有误解。所以我们听常听的这些五十八教，我们不要真的以为哦，佛哪一年到哪一年就真的只讲华严，然后哪一年就不讲其他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理解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哦，所以这个佛法学习我们要呃小心。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非常多字的这一页，第十九页。那我是把整个佛陀对自己判教的整段文字给它贴上来。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点就是他判这个呃声闻圣，第二点他是判这个可以说是大圣的。 空性，第三个就是他判这个为是。好，那我们直接来读一下这个呃整个东西。那我们可以一起念。好，第一个，尔时圣一声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出于一时，在婆罗呃斯仙人堕处失路林中。” 为唯,唯发去生闻圣者，以四地相转正法轮，虽是圣其甚为稀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皆无有能如法转者，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是未了义，是诸争论安足处所。世尊在席第二时中，为唯,唯发去修大圣者。 一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以隐秘相转正法轮，虽更胜其甚为稀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犹未了义。是诸争论安足处所？世尊于今第三十中，普为发去一切圣者。 一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净，自性涅盘，无自性性，以贤了相转正法轮，第一圣期最为稀有。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是真了意，非诸争论安足处所。OK，这个有一点长，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判教是怎么来判。 呃，就是第一，它是第一时，然后他讲说是只看红色的字，唯唯发声闻趣胜者，以四谛相转正法轮。那就是这边讲说，为了声闻胜的人，他会用四谛相，因为这些人就是听这些就非常的容易理解，而且会心里去向解脱，想要离苦得乐这样子，得到究竟涅槃。然后这边继续写是说很很稀有哦，但是呃。 这边斜体的字，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的意思说，说这个还有其他能够呃把这个理论还能够讲破的，还有容就是还容许有其他呃更殊胜的法来破掉它，就是比如说呃现在呃我们讲这个苦哦很苦很苦，但是呃我们。 讲讲一些法，可以让你说哦，其实就是这个，我们不要把苦认为是一个概念，我们可以说就是不苦，苦还有不苦，它是不味的这样子。当然，我讲的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就是主要是讲说它还有其他的法可以来破掉它，所以说是未了意，它不够了意，然后是诸争论安足处所？ 就是说，还可以让很多人来，因为这个法义来吵架，因为还可以就是有一些争论的地方，所以可能有些人他听到这个东西，他会觉得说，嗯，这个听起来不错，但是，呃，比如说像有些经典，嗯、呃，呃，里面会讲说，哦，你看这个讲的不够就近，所以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时期的教法是这样子。 那第二十中就是开始讲说，第二十的法是给谁说的呢？是给这些想要修大圣的人，就是原本是声闻圣，那现在就是给大圣的人说。那他就是在讲这个空性，因为他在讲无自性、无生无灭，所以我们看这个《金刚经》啊，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最后红色的字写以隐秘向转正法轮，就是。 他讲的法是用隐秘相转，那隐秘相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不是把它完全说的明明白白，他是有一部分是保留的。就是佛他自己在说法，在说这个的时候，呃，说这个第二十的大圣法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它讲的清清楚楚的，他就是有一部分保留，他只讲了就是空，比较说讲的是空，所以他还是因为没有。 全部的闲聊讲，所以呢，我们看斜体的字，意是有上有所容受，犹未了意，就是还是有更殊胜的法可以破掉这个法，然后还有就是容，呃，可以容纳更多，呃，容许更多这种殊胜法，所以它还是未了意，因为它还没有就近把它全部的讲的完完全全明白，所以还是很多可以争论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就是，呃，龙树菩萨不是讲这个中观的空吗？那就是还是有很多人想要跟他就是觉得说这个还不够，因为最后我们看到他有一些呃思想出来就是断灭空，因为他们是呃怎么说隐秘向转正法轮，所以没有讲的够明白，完全把它闲聊的讲出来，所以最后还是有一些争论能够有立足的地方。 那第三点就是于今第三时中，然后发去一切圣者，就是这个要成佛的人，<coughs> 这个不只是说想要只要一个涅盘而已，他想要就是成佛。那佛他其实这一句话跟前面大圣讲的是一样的，你看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盘也是一样的哦。然后最后，但是他还有两个不一样，无自信性，所以。 他前面讲无自性，就在讲这个空性嘛。然后无自性的性，他也把它讲出来，所以是闲聊的，把它透透彻彻的百分之百 one hundred percent 讲出来，然后让没有人有任何可以执着的地方。所以，比如说有人会执着空，那他就是连空这个的这个性也是空的，他会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就是。 以闲了相转正法轮，它不是隐密相，也不是四 d 相，它是闲了相。那这个这边就是赞叹说，第一圣奇最为稀有，所以这个法无上无容，没办法再去破它了，因为已经讲的完全明白，是真了意，没有争论能够立足在这上面。好，那这个其实很多文字，但是大概我们用这个表来了解一下就好了。 那主要这边叫做三十教的这个表，我们看这个上面写第一十、第二十、第三十，这个挺清楚的，就是总结之前那一堆文字。那教义里，呃，我们看初十就是刚刚讲疑似地象转正法轮，那这个还是讲我空法有。我空法有就是说，哦，对。 这个五蕴皆空，但是这个五蕴这个法还是不空，因为真的有个五蕴这个这个东西，然后真的有个涅槃，还有跟它相对的叫做生死，所以我们要出离生死，去向涅槃，那这个就是法有的概念。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在见到空教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对这个涅槃和生死都认为说，就是用我们的体验来感觉说这个。 不是两个东西，对你讲已经是不二了，所以这样子才是到第二个，就是我空还有法空，叫做一切皆空，那这个就是空教。然后第三就是中道教为是中道，因为它就是把所有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你不会有任何地方有疑问。那我们看这个。 第三个第三十中道教下面一点两点三点第三点，他就是在讲刚刚的广说三性，然后三性完佛又怕人执着他讲的这个三性，他又讲三无性来破他自己的三性，然后把这个空的两个空都讲得很很清楚，所以到时候就是我们看这个会了解说哦，就是佛陀在。 为了怕众生执着，两边都会把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叫做唯识中道。佛陀自己判自己的教，就是认为这是最了意的。好，那我们看中道教包括《解生密经》《还原经》等等。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宗派，比如说唯识宗，他自己判教都会觉得说要把自己判的是最了意的，然后其他宗派也会把自己的。 呃，这个教派判的是最了义，自己的经典判最了义，所以我们不要呃觉得说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到处在矛盾？因为他们是从不同角度来讲，所以从不同来角度来讲，他会就是对一些判别的方法有不太一样。那呃，比如说天台的判教判这个藏通别圆，他用可以用别教来判一切。 佛法，然后又用藏教来判一切佛法，最后用原教来判。然后他判出来的方法，因为是从角度不同，自己的教里面还能自己判。呃，有四种方法来判教，所以这个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哦，就哪一部经典真的是最好的，呃，哪一部经典就是次次等的。我们不要这样理解，就是因为每个宗派他判起来就是这样子，有他自己的一个体系。 那我们看维氏判宗，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一定是要好好的判，因为他判就是要把之前没有讲清楚的地方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认为这是最了义，因为不能有人来为了这些来争论吵架，所以这个等于是他们这个判经呃判教的一些特点。OK，那这个就是维世中自己对自己的判教是用呃。 认为是疗愈的，然后他有讲这边为什么是疗愈，而且他的证据是佛陀在自己经典清楚的判自己的教，这个是非常有特色，因为其他呃在大圣经典没有看到这个样子，清楚的把自己的教都判的清清楚楚。好，那这个就是呃唯识的判教。那最后呢，我们来开始学以前了解一下。 这个唯视学，它就是呢，什么东西，它名相很清楚，又很详细，术语的表达也非常的严谨。所以，我们假设要讲念或者是思，哦，这个两个好像听起来很类似，但是在唯视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两个的不同。所以，它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东西。好，那就是对于世间、宇宙、人生的解释，用唯视学能讲的最详细。 因为他就是之前第一点讲的很细，而且他这个本来就是于且行的这些诗就是禅师，他们定力很深，心行很细，就是观察的非常的呃甚深，所以才讲得出来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就算知道为是这个名相很多，而且很严谨，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有三点，我们要知道唯识学的理论核心，不要被繁琐的名相所束缚。有人学唯识学，学学学到最后就是了解一堆名相，然后讲佛法跟别人分享也是一堆名相，让别人都听不懂，然后并且把自己也绑死了，就忘记佛法的核心是干嘛，反而来钻研这个东西当做学术，要读的论比别人多，然后辩论要能够赢别人，那这样就是没有。 得到我们学唯识学的核心。好，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用恭敬心、尊重意来学习思维修习，因为我们佛法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多学一点智慧，会多开一分，那这样子能就就靠近佛又多一点，并且我们的烦恼也会断掉一些。我们多一分智慧，那个光明就能照破这个黑暗的烦恼，所以就是。 多一点智慧，心里的烦恼就会慢慢减少，然后就心平气和，慢慢就能去向佛道，是光明的人。那最后落实于身心世界的观察，日常生活中要去体会，来实践 <coughs>。所以主要就是回事，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学问，因为有学佛的人，他是把它当做一种学问来学。呃，所以、呃、像我爷爷，他以前。 书桌上、这个柜子上很多这个佛教的书，他去看，结果但是他没有用在生活中，所以这个就是有些人是把它当成学问。那我们就是要实践它。OK，那讲完，终于讲完这么多的维世背景，我们可以来学一切法维世是什么东西。那维世它名字怎么那么特别？好。 那这一页二十二页讲的就是唯识学的根本义，一切法唯识。我们整个唯识学要学什么呢？就是一切法唯识。然后它就是要讲一切法，然后唯识。所以一切法讲的很详细，很详细。唯识也把它剖析的非常的呃透彻。这个是都有分八式，所以有八个识。 好，那我们来看维识的含义有哪哪些呢？维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为什么叫维识？因为它主要要讲的是：第一，维识识；第二，不离是是，就是我们心意识的这个是，现在我们理解可以先这么理解，到时候我们学这个名相，它会更清晰的跟你讲什么是是，还有心意识三个有什么不同。 好，第一，刚刚第一点是唯是事,事，唯是事,事是什么？它这个第一点，它是从哪一方面来讲？它就是从认识发生时而讲，就是认识发生是什么？我现在比如说眼睛打开，看到前面有我的电脑荧幕，那就是我我去发生认识这个动作。那认识发生时而言。 唯事是，就是他认识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他唯，就是只有，然后是，然后是就是唯是你心意识的作用而已，就是你你去看前面的这个东西，比如说眼睛看，那就是它其实都是在你心意识里面这个东西自己运作的，他就是想要讲跟你讲这个东西。好，那唯事是它的主要核心理念是什么？第二点。 他说：“外境本无，是事生起时，似外境显现，为是心事所现之幻象，被凡夫执着为为,为外境，实非外境，故一切唯有事。”好，那我们一句一句解释：“外境本无”，就是说，我现在眼睛发生认识的作用，去看这个电脑荧幕。 或者我前面有这个蜡烛的 picture，那这个外境本身是无，这个无不是说它没有完全不存在，它是说意思是说是你自己的事产生一种阿赖耶识的种子，能变现出这个东西，让你能去用你的眼示去认识到，但是其实这个镜，这个像。 它本身就是在你世里面所看到，所以你其实永远没有去真正看到外面有一个真正的镜。就是我永远看不到真正的那一杯水是什么东西，除非你是佛，就是你永远看到前面那一杯水是你心里面只之所变现的一个相，然后你去认识这个相，这个就是唯是是的意思。那。 凡夫为什么有烦恼？他去执着这个东西，他以为是真的外境，然后会跟他互动，跟他做一些呃，比如说吵架啊、烦恼这些东西，所以他会认为这个似相似外境的东西是真的外境。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解释，就是说，嗯、呃，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看到呃，我们谁？ 来讲一个人，呃，现在一位比较有名的可能是川普。我们看这个前美国总统川普，每一个人看到他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呃信任度。那是因为我们在种子里对他的产生有不一样的缘分，所以当你产生的时候，你去认识他是。 不能认识到他,他真正的这个川普这个东西，我们认识到是自己种子变现，然后你去抓进来的，所以才会每个人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就算有一些种子很类似，就是它形状对大家来讲可能都颜色啊、形状、外表都是一样，但是对它的感觉都很不一样。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外境，因为我们是变出来的这个相似外境的东西。 让你抓进来的时候，都是已经有不同程呃不同程度的污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讲的这第一点，一切法为事的第一点，为是事都是自己事所变现。好，这个听起来应该能够懂吧？因为。 我们主要讲为事，就是想要让大家心里不要有对外境一种执着，认为是真的，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能控制我们的生命去导向某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当然要去促进这个缘分，让种子能继续往好的方向继续去种。但是，呃，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太执着，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心事所变现。 我们不能真正去认识到真正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对它产生太多烦恼，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它，所以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很有限的。那既然是有限的，我们对它起烦恼是一个很愚痴的事情。好，那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唯是事。第二方面叫不离事，不离事是什么？ 那之前是说认识发生的那一个时候来讲的。那这个第二点是说，就一切存在而言，就是不用说认识发生的时候，而是说一切存在就是不离事。他这一点就是要这么讲。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浅蓝色的字：“诸法是一世所建立。”那这个法就是我们所有外在能。 呃，看到的这些生有生有灭的这些法，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法，我们到时候会讲。诸法是一次所建立是什么意思？那黄色这边三小点写，认识发生时的根尘因缘合合起事。我们要去认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六根对六尘，那这是要因缘合合的，就是你根不去对尘，那你势是起不来的。 那既然是因缘和合,合，我们在为是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叫做依他起性，就是因为它是依他缘而起，要不然你没有因缘和合,合，它起不了这个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或者第二点写，于是所现诸法上起分别执着而成的，这个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因缘和合,合，就是比如说根尘和合。 起了事，但是呢，我们对这个相似、近的东西，好像有个像这个幻象，我们对它执着，执着的时候，我们会它对它上面升起一个变计所执性。这个执着我们就叫变计所执性，这个又是一个呃要学的一个名词。变计所执就是你对它这个到处遍、呃，到处去嫉妒、思量，然后去执着它。 那这是一个我们凡夫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好好的，呃，一个人站在那边，那我心里面产生这个人的图案的时候，就是我以为我看到他了，然后我立刻就会执着这个人是真的，然后就马上想起来，哦，他上次呃欠我五块钱，或者他要欠我一顿饭，那这个我们已经就是把他以为是真的，并且还对他有一种歪呃扭曲的认识。 就是我们已经执着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呃错误的认知，好，这个就是变际所值，就是我们从一个幻象上面去起一种执着，那这个可以连接到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空性，就是眼睛坏掉升起空中花，那就是个这个整个空中花的概念就是变际所值性，你去无聊去执着出来的，可以这么说。 因为凡夫不知道这个真理。好，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说实相作为一切法的真如实性。那所有的一切法，它有一个真正的实相在背后。我们如果能看到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能看到诸法的实相。 那这个东西，这个实相，我们叫做原成实性。这个就是三个单词要学起来，一个是因缘和合,合叫依他起，然后第二是变计所执是执着出来，第三原成实是这个实相。好，那我们三个学完，就是说一切法不离世，因为诸法都是依世所建立，就是你是能够变出来的，或者。 从事本身变出来的东西背后的真相，这个都是不离事。就是我们可能想说，哦，我能理解，说我执着出来的是是是我的心意是执着出来的，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实实相就是真理也是不离世呢？那是因为在执着出来的东西背后的真理。 就是这个实相，所以它还是不离世，因为它整个东西你不能说心外还有真正的一个实相在那边，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能看清楚我们的这个执着妄想背后，那这个就是原成实性，所以它整个东西三种都不离世，可以这么说。那我们看倒数第二点，故事之实相实性是实相，为世所设，与世不依不依。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你不能说它是另外有一个东西，它是一体两面的。你没有一个事，你也看不到这个实相。那这个实相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说它是另外一个东西。那因此在意，在一此意义上说，一切法不离世，所以是这么个解释。所以为什么我们为识中叫做呃中止叫做一切法为识，就是这么来的。第一。 就是唯是事，第二是不离事。好，那这就是一切法为事。那我们学了这个唯事，我们要看什么是一切法。那总结一下，是说唯事就是讲说心事。 只有心事，没有真正的外境。不是说没有别人的心事，不是说我到井的市里面、嗯、认识，然后只有全世界只有我一个阿赖耶识，只有我这个事，不是这样子。他无外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承认别人，他也有他自己的事，他有他的权利，他也有事。对，我们那个，比如说现在。 呃，父亲啊，母亲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是说否认别人有事，这个无外境是说你自己没办法去呃认知到他真正的事，我们只能认知到他变现出来一些共业方面的一些种子所变现的像，我们去抓取它，印在自己的事里面，然后用自己的心事去认识这个像。所以是这么个解释。 所以不是说别人没有事，他无外境，说自己没办法去认真正认识到那个境。你认识到的境，永远都是自己心所变现的一个东西。那心是非无外境非有，是这么讲。那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绿点，他写凡夫不知道唯有内事而不外境，只有或空。所以他这个凡夫，他就是有这个错误的思想。 才会让他执着有或者空的部分。那魁吉大师特别说什么呢？这个他说，只有上其真，执空又这个不不了解它的真实，所以我们会常常落在二边。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去走这个中道。那走这个中道，就是要知道净空是有，这样子就是开始了解什么是唯识观，这样子我们。 <coughs> 就会比较了解为师它是怎么的修行体系。好，佛开显上升为妙的唯师，一令离二边妙解中道，就是这么个呃唯识宗的宗旨。这页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唯是是法门之一。佛陀所说的教法无量无边。 我们多学能开心量，种善根，增长智慧，越来越靠近佛的境界。所以有些人觉得我可以完全不用学唯识。当然，我们如果能成佛，就什么这些不用去这么细的钻研。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蓝点说什么。这边写都率天的一生，补处菩萨正在讲唯识，以后下山亦会继续开言为识。上一堂。 课我们讲说，弥勒菩萨他在《楞严经》中说他怎么证无生法忍的，就是他用这个唯识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下一尊佛叫做弥勒佛，那这个弥勒佛他主要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唯识，所以我们这个跟未来佛种很多缘，学一学也是很好的，而且头脑会越来越开发一些潜能，学这么多东西。 好，了解一切法为事无外境，减少烦恼，去向菩提。那我们快速来讲一下何为一切法。那今天是讲不完这个，但是我们讲到哪里算哪里。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一切法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有说过佛，佛这个法这个字。 不仅是佛讲的法，还有法本身定义，它就是认持自信物生规则。这个法它是有它一定的一种定律。比如说，我看到前面一个杯子的形状，我就知道它这个规则是什么，它是能拿来装东西的一个器皿，我不会拿来把它吃掉，因为它就是我们对它有一种呃物生、鬼生那个叫做什么呃。 认对鬼神物解，认持自信，它有一种就是让人看到他就知道是大概是什么东西的概念。但是有这么多法，世界上无量无边的法，呃，心法也是法，色法也是法，前面的桌子也是法，我们怎么分类？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一点，佛法中对法有多种分类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是唯识却只用五位白法，因为其他分类方式不能充分表明一切法唯是之意趣，所以为了要清清楚楚讲这个唯识中的宗旨，一切法唯是，用五位白法的分类方式是最合适的。那我们看一下佛经中有其他分类法，但但是呢，我们不用这些是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 example。 我们看的佛法有分有为无为，我们不用这个，因为太简略了。再来另外一种我们看的分类法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也很好，但是为什么不用？因为所设的法不够变广，蕴处界只有包括有为法，它没有包括无为法，而且这个。 分类法着重并且凸显有情无我，就是说这个人呐、啊，他是无我的，因为这个五蕴非我，四大皆空。但是大圣二无我，就是人我还有法我，未能全面彰显，就是他这个方面解释的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个分类法。但是这个分类法有它的好处，嗯，但是为是呢，我们也不用这个法。再来有另外一个无法。 这个法叫做相名分别正智真如，这个是早期维识，他会用这个五法，但是现在也不用，因为它对心识内部结构的显示也不够充分。所以呢，我们看最后一点，他写维识采用五位白法来分类一切法，那五位白法就能把一切法分类的好。 分类的好，到时候解释心还有现象都能够清清楚楚的解释。好，那我们把这第二十八页读完，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我们看一下无为白法是什么，就是说维持中怎么分类。那这个论点写说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这是这部论的开头。他写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 但是佛说一切法无我，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那这个白法明文论就试图解释这两个问题。他说：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那总共加起来，每一个类别里面。 总共加起来就有一百个法，所以这个呃论点呢就叫“白法名门论”。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白法名门论”先讲到这个开头，接下来我们下次再继续研究，然后探讨说这五个分类的方法里面的内容到底有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课程都会讲这个。好，那。 感谢大家一起来听课，我们呃一起回向。好，大家请合掌。这个、哦，这个回向，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